我们国家的这些防御战略，我们不打第一枪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要承受敌人的第一枪。以前期虎为代表的中国防护工程人为中国国防铸就了坚实的盾。我把我们的战略武器杀手锏保护好了，才能实施第二次反击，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，包括核打击，我们都能保护我们的安全，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。而且呢，防的手段不是一套，